没有人会忘记你上次达沃斯的演讲，所以大家几乎所有来的这个外国政要见到我就提那一次讲话，没看到任何的 夏之万物并秀，在这美好时节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齐聚北京，共商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合作大计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中国人说啊，万事开头难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，我们要乘胜而上，顺势而为。 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行稳致远，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现在我提议，大家共同举杯，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美好的未来，为各国发展繁荣，干杯！ 加强合作，扎实的推进，相信我们的两国关系啊，也开了新的篇章，祝您一切顺利，Вам всего удачи。
这次国际社会围绕着一带一路建设举行一次高规格的盛会，会议总结了合作进展，凝聚了各方共识，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，规划了路径，明确了行动方案。从会议讨论情况看，加强国际合作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，共同应对国际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，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。我们有理由对一带一路建设前景充满信心，大家都希望继续用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一平台。很多国家都提出来啊，是不是啊要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能够长期化定期化的办下去。我在峰会上宣布，中方将在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。